各位大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青蛙老师。今天青蛙老师要与各位大小朋友玩一个简单的音乐律动游戏，歌曲为《布谷鸟》。在这里，你们会看见有三个盘子，当盘子中显示一个空的盘子，我们不做任何的动作；盘子中有一个橙，我们就拍手一次；盘子中有一个苹果，我们就拍腿一次。若你看到盘子中有两个橙，我们就要拍手两次；盘子中有两个苹果，我们就拍腿两次。在最后，你要做一个帅帅的 ending pose。小朋友们都明白吗？青蛙老师重复：盘子中是空的，我们不做任何的动作。一个橙拍手一次，一个苹果拍腿一次，两个橙拍手两次，两个苹果拍腿两次，最后摆一个 ending 的 pose。 小朋友都明白吗？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这音乐律动游戏，准备好了吗？律动小游戏是不是挺好玩呢？各位大小朋友，你也可以把橙和苹果更改其他的动作。这简单的音乐律动游戏，希望各位大小朋友会喜欢。